在上这个大的时候啊，这大的时候这个因为太小了上不上，那实际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先把它撑一下，撑一下呢说上一半，上一半之后呢用这一半转，有点像那个上自行车胎，如果你们谁上自行车胎的可以体验一下。上到这儿的时候，就基本就是那时候松一点就上来。